还有一种是真正的无敌。我看你加入了。只是进了营地而已。怎么这么大？我要给你看看，第一个先是虚假的无敌啊，虚假的无敌。操你妈！哎呀，影星这个未命中，你来打我，你来打我。哎，你打我，打我，打我，打我！你这个怎么还打到别人了？那你离远点，离别人远点。哎呀，你那个会牵扯到周围的人吗？我能动啊，但是你那个状态是会牵涉到你那个劈，是连周围的人一块劈吗？你来这儿劈我，来这儿劈我，来这儿劈我，肯定不会劈的，我操，不能劈到挠挠吧？劈不中，继续劈。不能打！哎呀！那咱们找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哎，我要给你演示一下，他妈的，全是满血的话演示不来。没有，那直接，我想想到哪去？到这儿来吧，这边没人，我偷东西往你身上塞了呀。这个都是小问题，你先过了。来，劈我！继续劈，劈，继续劈。怎么他妈的？好的，那出去打吧，出去打完了回营地。哎呦，真服了！就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一些肮脏的手段，
来回到满血，直接离开营地，你也离开营地，不用传任何地址，直接离开就行。我去找你，你现在应该在影魔那边，啊，影魔那边。来来来，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到这儿来。你看我亮吗？来，秀。那他无敌呀！继续继续继续，砍砍，大力大力大力！砍完之后咱长修了，有法术就随便用。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哎，你那什么，我这三，我现在是这些血是吧？等会儿，等会儿，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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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这样就行了。看哥们的血，哈哈哈哈哈！神奇吗？虚假的无敌啊，这是小难度。切皮囊，就是难度调下去再调回来，那因为难度调下去血量会增加，然后调回来那个血量会改版狮王，你懂吧？改版狮王。不是切回，不是切回那个切到简单难度，血量会增加，然后你再瞬间切回来，对对，水人狮王之类的都是就这个机制，但是这是虚假的无敌，我不太想用，因为有点对，再来回营地，我给你演示一下真正的武，就是不用这种肮脏的方式。先长修，我把卡拉克影星都遣散了。哎，待会儿你就知道为什么。先长修吧。嗯，怎么个意思？What happened？哦，哥弟。I came just in time. You are transforming. 哎呀，盔甲版啊，智柔。你妈的！我记得你的声音，我以前听过。你之前救过我吗？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救过我啥呀？哦，草从天上掉下来是他的力量。牛的。
I'm here to save you again. Don't worry. 所以从那个从梦中情人变成守护者，不是翻译的问题。Not while I'm around. I'll protect you. 不要，我自己起来。你是谁？你什么意思？We haven't much time, so listen closely. 无敌了呀！它来源于那条寄生虫，你必须滋养。Your instinct is to resist the power it gives, but you must. 我会阻止它吞噬你。但是为了我们所有人，你必须让它吃什么的。凭什么呀？ But for the sake of both of us, 你说你妈呢？ You must learn to wield it. 因为你长得像我，他妈就不弄你。哇，这啥东西啊？For the fate of Faerun, a fight we are losing. For now. You can change that, but only if you embrace your potential. 什么呀？ I have to go. The enemy is closing in. 神剑吗？ I will be back. 不要忘了。是啊，确实有一点即视感，怎么办？Wake now, you'll feel better. 差不多，差不多。原力啊！